生抽烟的后果真的比男生更严重？男人抽烟特粗鲁，女人抽烟才帅气。工作好忙上夜班，吞云吐雾来提神。深夜情绪好汹涌，配根香烟更深沉。姑娘，住手！尽管吸烟不是男性专利，但吸烟带来的这些风险可是妥妥的女性专利啊。烟草里的焦油会加快雌激素代谢，不光皱纹爬上脸，声音还会又低又哑，口臭牙黄也找上你，严重起来还会月经不调、更年期提前。长时间激素紊乱，骨头密度变低就容易骨折，而且这几个地方对致癌物质更敏感了。对女性来讲，这几种病都跟吸烟有关系，患病风险比男性还高。如果抽烟的同时一直吃短效口服避孕药，它会让你更容易中风和心梗。别以为香香的女士烟毒性不大，香味把烟味一盖就健康了吗？烟味不明显了，可是容易越抽越多。为了你身边人不吸二手烟，还是戒烟吧，做个香喷喷的姑娘不好吗？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，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。